这样，今天晚上睡觉都不准定闹钟，明天谁最晚起来谁。呀好，可以。那这样下去大家都不睡了。全部都不敢睡觉了。你对我有第一印象吗？就长得好。你的第一眼真的让人感觉有点害怕。第一眼不好接触。我怎么可能会让人害怕呢？真的会有点。你见谁都怕，你见谁不怕？你见谁都怕。我跟赵亮见第一次。他怎么打招呼？很年轻哦。赵亮引迷的哎。真的，我是真的有点见谁都怕。我对何洛洛第一印象啊。因为我没参加创造人生，我不知道他的时候，我就老在微博上能看到他。哦，我也是。然后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哇，这觉得好高大哦，这个人。哦，对，我也是，我也说过。我当时在网上看照片，我以为他起码得是那种陈伟霆的型，你知道吗？然后我一见，我这么小点一个。但帅是真的还是帅的。我今天前所未有的放松，是因为。这几天我感觉就因为一直都在拍摄在走，然后到了这儿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就像是在跟朋友玩。谢谢谢谢。见了哥跟印象中确实不一样啊。是他今天讲那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什么故事？但是其实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舞蹈。舞蹈？嗯，我喜欢拉丁舞。我小时候不是报舞蹈班嘛，老师说我是肥胖型，我不适合跳舞，然后就记在我幼小的那个心灵上，受到了不可磨灭的这个冲击和伤害。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小时候想学画画，然后我老师说我没有画画天赋，就不教我。怎么可能呢？我到现在至今我都觉得我手残。老师怎么会这样呢？不没有，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啊、不应该是鼓励会更多一些吗？一些老师他可能。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对，小时候就经常别人给你一个评价，大人只是觉得无所谓，但是对自己来说可能就影响一辈子，就觉得可能我真的做不好这件事情。就真的是同龄人，你知道吗？像你比如说平时就比如说我在我的印象中啊、嗯、练钢琴，然后或者说这种，我也想学钢琴啊。其实我挺感觉很感兴趣，从小就感。我带了个电子钢琴过来，你可以到时候试试看。玩玩看。对，像我们可能就是说做艺人就感觉要学会各种人生百态。对，你什么都得会。对，什么都得会。如果你技能越少的话，就代表你的立足你这个人的点就越少，所以就一直去学，一直去学。但是工作又占据了你很多的时间，你就没有时间去学。对。我觉得围棋这个东西其实比我们这个行业更耗费的就是精神上的那种，主要是精神上的。最残酷就是世界大赛上，因为自己的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的一步棋错误，然后输出去的时候，那个痛苦是很别人很难想象的。我现在跟 AI 下，跟我两年前跟那个 AlphaGo 下的时候好多了。我起码前30手、前50手，我不会崩。他们这是在比赛吗？对，在比赛，我在看。为什么他们没有动呢？对啊，他咋不动啊？这个是 AI 的预测，然后他说这是 AI 的这个觉得应该这么下。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数据链都是基本就看这个东西，就是自己下然后看这个，就是。哇，这个太吓人。哎，没办法，就下不。哎、哦，你看他没有下这个。那我是觉得我未必下得过，但是得下，得跟他们拼。其实杰哥的不服输的精神让我特别特别的触动，因为他明明知道最后会输，但是他依然选择坚持到了最后。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算结果不尽人意，我们也会选择一直拼尽全力。
今天晚上睡觉都不准定闹钟，明天谁最晚起来谁亲他那个鱼。可以，哎，亲两鱼没什么，亲两鱼没什么。Hello， 大家好。哎，第六个我还可以写。你们前面都太飘逸了，这人还是能看出来，但是好有点像人兽。Lucky me， 呀呀哥，冰冰冰冰冰冰冰，哒哒哒哒哒哒哒，嘎嘎嘎嘎嘎嘎。第九个，最后一个，我生气了。好，死，你去超市买点东西吧。我们出去去超市。走了。哦 ，Hello， 早上起床。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满满的正能量。早上起床，拥抱太阳。走吧。糟了，我感觉我已经100年没有去过超市了呀。我也是，对呀。我们是要买烤肉的材料，还是买什么？烤肉啊。哦，天哪，这个超市感觉不错了。这怎么光个光法呀？搞这个吧，来五花肉呗，来先五花肉吧。拿一个筋肉多一点的，筋肥交错的。切吧。给我拿一坨切片。来吧。五花肉怎么切片啊，铁子？它就是要肥的和瘦的在一起才行啊。切成块吧。哎呀，拿一半坨切片。切成块吧。切块，拿一半。切小块点。